浪地球海报作为一部大热电影。流浪地球虽然在票房上一往无前，但在评分上却不高，豆瓣评分 7.9 分，6.8% 的用户给流浪地球打了一星和二星。其实每次电影集中上映的档期，譬如国庆档、春节档，很多电影都会面临恶意被刷负分的情况，这并不少见。流浪地球豆瓣评分 7.9 不同的是，这次有网友爆料流浪地球出现五星改一星的行为，即先给电影打五星好评，发表评论获取点赞数，然后再将好评改为差评，网友点赞数却无法撤销，以此获利。豆瓣的评分机制是用户发表评分和评论后还可以进行编辑，但点赞数却不变，因此又有水军利用这个漏洞拉低电影分数。豆瓣回应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不满，还有人专门下载豆瓣 APP 在应用商店给豆瓣打一星。对此豆瓣也在微博回应称，评分大幅修改属于非正常评分，不会激励粉丝，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，他们正在紧急优化产品功能。修改评分后，修改前的有用点赞数据将被清零。完。